扎到高架桥桥面及扎到路堤，以3公分多孔隙沥青混凝土作为面层。铺筑完成后，每1000平方公尺于厚度钻心检验孔附近检测透水性一次，确认透水性能达15秒900毫升的合格标准，避免雨天行车时前车车轮带起之水雾影响后车行车视线。本工程竣工后，提供雾峰草屯地区便捷的连外交通运输服务，强化国道6号对南投、台中生活圈之交通运输服务功能。因应雾峰草屯地区整体发展需要所衍生之旅运需求，促进整体生活圈的均衡发展。